这种羊家将羊人工身上不是身躯是纸糕，连外面的三项鞋子都是，这是纸糕身上艺术蔡丽良首次调整全新纸糕的身上。像这个衣服它本身一块一块这个都是硬的，那你穿上去的话，这个结合点还有它要怎么样做它会比较牢固，这个都是比较困难的问题。一样啊，这一样做错了，这个比布的还要求的要多啊，这做错一样要重来的。为了顺利完成新准，蔡丽良特别选择真侪优点的底个纸落去制作。像这种竹子纸哈，到目前为止它是到目前为止它唯一不需要经过化学处理，它本身就不会发霉、不会长蛀虫的纸，所以它在保存上面比较没有问题。不用纸糕身上外衣，除了衫裤的料痕真歹做以外，顶光的花样更加是考验艺术的技艺。就算是制作过无数身上的蔡丽良，也要用了将近四个月时间。因为这个都是一条一条的细的那个粉线啊，一条一条下去积成这个形状的。那这个就是这个山，这个就是虎山，因为这就是说供奉的人他希望说能够有像他的寿命跟福气像山像海一样子。我爸爸以前在做薄胎的时候，这个折痕就已经都已经有了。那塑成硬的部分会比较会要求的要更多，因为塑硬的部分哈，它这个折痕要做得更明显。这种羊人工是来自沙拉基后宫委托制作。只是讲要来雕这个咱这个银元髓这个金尊吼，结果伊要讲要用纸雕，要去找到咱这个维生吼，维生这个纸雕的这个蔡先生，就拿到这咱庙的神明头前都。告碑，那个指示，跟你叫人指示。将要标庆三十周年的沙拉基后宫，现在也甲委托制作羊人工车登去闹热。民众若好奇这罕见全新纸糕的形象，庙方也欢迎莅临参观。记者李生差不多。